我们这一次古城姑苏，前年古城姑苏 popping one on one battle 获得我们最最大度的把冠亚军名额让出去的人会是谁呢？ Let's take it to popping J， 所有人跟我一起 judge， 三二一，也把掌声送给曹宇，也送给张健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一辈子也。